刷到这条视频，你们真的赶快收藏好，毕竟真的没得几个人像我这种那么喜欢介绍那些一两块钱的美妆神器。各位贵妇太太，你们好，今日敬请观赏那些几块钱相见恨晚的美妆工具。睫毛膏辅助器，我买它的时候是0.94毛，一块钱都不到。它的形状就是这个样子，这里和这里都会有那种小齿轮，专门是给那种小白兔睫毛膏用的，极其简单哈，就是用里面那个齿轮把它放在眼睛上，然后把睫毛都给露出来，直接开刷。在你涂睫毛膏的时候，那些睫毛膏就会粘在这上面，而上面这个又是作用于下睫毛，把它抵在下眼睑上，然后直接刷睫毛，直接就这样盲刷，再也不用担心刷到眼睛上、刷在眼皮上、刷到脸上。你们看，下睫毛就刷好了，而且每次用完了你就抹点卸妆水，然后把它擦一擦就干净了，不到一块钱，拥有美丽双眼。哦，我还忘了说，它后面是还有一个小梳子，就是如果你的睫毛刷成那种苍蝇腿了，你还可以用这个梳子把睫毛梳开。ELF 眼线辅助贴，很多新手小白画眼线这件事情就会非常的恼火，哪怕是我们这些老手也经常手抖一下，所以我就去买了这种眼线辅助贴，它是30块钱有40贴，打开里面就是这样一条一条的胶布，把它这样撕下来一个，这样贴在眼角，啥光是涂，直接涂就行了，也不用担心边边角角啊之类的。撕下来，眼线完成，看一条自然的眼线就画好了，这边也贴上，锵锵锵锵。而且你们发现没有，它的粘性特别特别低，所以粘下来的时候不会带走我们的妆。而且你要是节约一点，你把用完了可以再粘回去，然后下一次你还可以继续用，一包能用到天荒地老，再也不用担心不会坏眼线的问题。耳洞清洁线，我买的这个叫 PIAFL， 是你们跟我一样有耳洞的女孩子，你们得过一段时间没有戴耳环，耳洞里面就会有一种白色的污垢，看起来就像那种白色的渣渣两个样，我的耳朵还会动不动莫名其妙自己发炎，所以我就去买了这种10多20块钱的耳洞清洁线，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药水，把药水啊，一个女孩子你不动，把药水拧开，拿出一根线，然后蘸一下，它就会变软了。接着从绿色的这头硬的戳进去，然后一直把它拉拉拉，拉到软的你刚刚泡的地方，来回拉，把它清洁干净，最后从这边拉出来，30秒不到，耳洞就已经清洁干净了。不仅仅能够预防我们耳洞有些时候太久没有戴，然后那个肉就长在一起了，还能防止耳洞发炎，以及耳洞会有异味会臭这个问题。而且我一定要跟你们说，这样穿过来是不会痛的，是完全没有感觉的。也是碎发整理神器，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像睫毛膏，拉出来也很像睫毛膏，但它其实去修我们碎发的。比如说我们头顶的这些碎发，就可以把它直接梳过去，你看就会变平，然后这边也是。你看现在整个头顶就会特别特别的平，它就很适合我们要去做一些很干净的发型，不用尿在一个很精神的马尾，然后下头啊旁边啊老是有水发掉下来，这种东西随便一抹上去一整天都不会再掉了。并且最难得的一点，因为它不是那种发泥或者是发胶，它不会头发固定了以后是变硬，然后甚至会翻白，会起那种白屑屑，它是更近似于像那种啫喱油的油的那种质地，会非常非常的服帖，但是不会变硬。而且我买的时候只要15块钱还是16块钱，从2019年的4月份用到现在，我本来还怕不够买了2只，结果1只根本就用不完，我是白兆金，以后下周见，记得点个赞。